Move.hk 抢先听我容祖儿嘅新碟 Joey and Joey。今次大碟嘅概念其实我觉得今次呢只唱片系我嘅一个新阶段嘅开始啦。呢、这个阶段充满咗一啲我想讲嘅说话。在做呢只碟嘅时候，我哋希望攞晒一啲我自己好喜欢嘅 melody， 就做一只好听嘅大碟。咁但系做下做下咧，你发觉诶、歌词点解好似都好写紧我自己咁样嘅？咁所以我觉得人生必须要有一张属于自己嘅大碟。咁我觉得系呢张咯，所以就叫做 Joey and Joey。如果你问我今次呢一只碟有咩歌想特别同大家分享，我谂花千树咯。因为其实成只碟自己都好喜欢，但系我谂花千树系呢一只碟嘅一个中心一个重点，以至到喺做碟中间嘅时候，我已经觉得哇，真系一定要继续做好啲咯。想知道我嘅大碟 Joey and Joey 有几好听，咁就快啲上 Move.hk 抢先听啦！